轻人站起来，志工旅行特辑。第二站来到宜兰，跟着农夫收割稻谷。抓住，然后你左手往前推，往前推，右手往后拉，右手往后拉，对，非常容易上手。真的哎，真的还 OK。这群从来没有下过田的年轻人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有一种 ，Oh my God， 陷进去，陷进去，它喷水，拉高，我觉得会倒。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啊！他们吃米不知道米价，到市场卖米会成功吗？我们在卖米。好，那我查过，我再说一下。直接进来查公姐，查公姐。好，来让我说一下，拜托，让我讲一下就好。每周四下午5:30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年轻人站起来，赞啦！拍拍嘴。